这首《几度花落时》啊，当时嘛看到咱这个上这里咱的，这上这大湾地区真有奉献的一位迄个先生，伊是咧做这个喷漆的，伊上这里台湾哦，那伊讲伊第二名，无人讲伊第一名的啦。恁家那迄个平底锅拢是喷的，所以上这伊对咱这个社会真有奉献，伊嘛来到现场，但是伊非常的低调啦，伊讲安尼介绍就好啦，好，那这首《几度花落时》之后，带来一首这个《富贵红》，对不？